大家早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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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嗨嗨，嗨嗨，早安，早安，大家早安，一个礼拜不见，大家过得好吗？这个礼拜，来看看我找个歌哦。听到大家声吗？这个礼拜过很久，我也觉得过好久。为什么感觉这礼拜过很久？我觉得是考试很多，没有我的日子真难过，真的吗？度日如年，下班公园就要见面嘞。是说我有设定那个了，我有设定热门语，大家可以试试看。今天去云林，是说那个什么，是说我妈妈老家在云林，就是过年会回云林，云林蛮好，云林蛮漂亮。谢谢建汉送的红玫瑰，Hell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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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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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，那个哈哈哈蛮好笑的。我想说，如果大家懒得打字的话，可以直接按那个，就是哈哈哈哈哈哈。等下我看一下，先鞠躬。Hello，Hello，那说错话那句也方便我们按吗？什么说错话？拒绝低级你我作息，确实。我刚刚想要不要放什么，就是热门语，然后看到我就突然想要滴滴，那就滴滴。我想看你笑成那样，很难啊！谢谢朱日红送的加油，但是输入 W 比较习惯啊，也是也有些人是不是比较喜欢 W？ 还是我两个都设？谢谢台中苍苍送的水晶四叶草，谢谢玉峰送的真情告白。专情如你 ，no， 没有。谢谢台中苍苍送的绣球花束，谢谢 Derry 送的捕梦网。我后面的海豚是壁贴还是板子？是板子，是板子。谢谢艾萨克送的加油。我后面的是那个去年就是声尾们帮我做的板板，很可爱的板板。谢谢夜空 sky 送的一颗星，这个是我。这个是海豚。晚上好，大家晚上好。今天晚播两个小时，一个小时，一个小时，然后明天也是一个小时。哎，那个很大，你说这个板板吗？对，很大。我最近才把它搬回家，我直播前才把它搬回家。我现在 this moment 就只有我，真的吗？就只有我。谢谢北元送的加油，谢谢北元送的母羊宝宝。那时候还是海豚，对啊，那时候还是海豚。可惜那时候不知道我喜欢鹅，但是我觉得海豚也很可爱啊。我那时候看到这个的时候觉得蛮厉害，因为是很大一个，而且我这人很可爱。一小时啊，就像过了60分钟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那个整座广场我有看到，好像是不能做捷运，是因为太大吗？明年会是有好，谢谢。画师会师厉害，对啊，会师很厉害。而且我记得我们三个人的画风是不是一样？就是小迪前辈跟林杰前辈是不是也是同一个画师？超级厉害！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有吓到。以后学了就是
台北公车上的人好可怕。会吗？我之前在公车上跌倒是有人接住我的，就是那个什么，就是谢谢台中上上送的爱的烟火，因为就是之前站不稳，然后就直接跌到隔壁一个姐姐身上，姐姐就接住我，她说你还好吗？姐姐香香的。我是不是有点变态？好好，是姐姐，羡慕接住我，姐姐就是可爱的姐姐。就是姐姐就香香的，对吧？是有人踢我欸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大家不要疑惑，有鼻子嘛，闻得到，没事啊。性别正确，我其实大叔，欸，这就不一定了，这我们持保留态度。亲姐姐听到突然叫，不是我的亲姐姐了，是就是公车上遇到的姐姐。要听这个吗？还是我不在家里？这么可爱一定是男孩子，你说我吗？这么可爱肯定是男孩子。所以可爱的姐姐有 IG 吗？没有。就撞在一下，我说对不起对不起，然后就起来。那个成员你感觉他姐姐没有啊，就是公车上遇到的一个姐姐，小姐姐，姐姐可能也想这个妹妹好香，没有吧。这个男孩子下来不要，谢谢。我这几天都在，我这几天都在认真读书，我读到脑子快要疯掉了。就是现在在学什么相关系数，然后我整节课算完之后下来，我脑子只剩相关系数怎么解，然后就跟数学老师说怎么办，我现在脑子只有相关系数。没事啊，这是高中日常，要习惯。我觉得我背公式已经变成习惯，就是现在就背起来。我只会520加1314，520 1314，这么浪漫。本学测完你突然没那么累，你会觉得怪怪的。这礼拜量到体重，有量到了，前几天有量到。我脑子不是都漂亮姐姐，好像是哦。体重计修好，好像是姐姐重新买了一个体重计，因为我们那体重计是就是它整个就是零件就坏掉了，完全没有办法用。我蜡笔小新，不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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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是说大家有跟我一样的习惯，就是吃饭的时候会看蜡笔小新吗？就是我吃饭有一个习惯，就是我一定要看蜡笔小新。我牙会不是，我去之前就坏掉了，姐姐好像装电池，然后那个。弹簧都要飞出来，重新买的有比较高级，我不知道。体重计坏掉只有一个原因，我懂，不是啦。我有时候看哆啦 A 梦，有时候看蜡笔小新，我都看蜡笔小新。栗子比较漂亮还是漂亮姐姐？啊，当然是栗子前辈。我这什么大叔习惯？你说蜡笔小新吗？蜡笔小新大叔习惯吗？配乌龙派出所哦，我之前会配乌龙派出所过，那后来就是会看，后来会看那个蜡笔小新，因为觉得蜡笔小新就是一集接着一集，很可爱。栗子大姐姐，栗子前辈，栗子前辈也香香的。被栗子骂大笨蛋会比较开心，还是被真正骂大笨蛋会比较开心？被栗子骂大笨蛋。之前会看飞哥的小佛哦，之前那个台湾还有迪士尼的时候，我也会看迪士尼的卡通，但是后来就没了。
蜡笔小新很喜欢漂亮姐姐，尤其是穿制服的。你等等跟他联播，然后叫声姐姐，我会害羞。如果我跟栗子前辈联播的话，我应该会准备好大笨蛋这个牌子了。你说公园要举吗？我会看着你说我不是大笨蛋，我聪明的嘞。栗子最近是蛮像，衣服上都是十问，十问，十问是什么？Hello，Hello， 联播的话，请要喊你大笨蛋。你会举两天？你会举两天？谢谢照镜子都觉得送的浪漫玫瑰。举两天的大笨蛋，虽然是十五，确实挺香的。再更多牌子会换不完，这我，哎呀，滴滴啊！大家那个可以拿出来，就是那个滴滴那个热门词，拒绝滴滴，你我坐起。我不是大笨蛋，台词背错，我不是大笨蛋。滴滴这么不行，对啊，为什么要滴滴啊？就不对啊！常常你这是有几面啊？而且燕子要还，你又多一面，对不对？你们当初在看到设备工程师招募女生的时候，两面，总共两面吗？哦，真真跟燕子。常常应该十几面，看你对少彤多专情，害羞了。给一面吐司一面，哎，不对，反正有燕子就不会举其他人的。你是不是不能被燕子发现你在滴滴啊？这种时候就知道双面应援物的好处。你说这样翻过去，然后翻过来吗？我记得之前看过艺林有一个应援的板子，我不确定是哪个粉丝。谢谢用户名不能是空白送的金唱片，所以他那个艺林，他刚好是艺林，然后那个粉丝应该是刚好推艺林跟林一，然后就直接翻过来，就是这样翻。我觉得大家如果刚好都是推林一跟艺林的话，可以试试看这个东西，我觉得蛮酷的。应该是博伟，真的吗？因为我没有看，我没有就是认真看，因为他都被挡到，所以我看不清楚。在成员面前换面会很残酷吗？看多了，真的看多了，还看过换不来的，就是换，然后那边看到我，他就是几好几个哦，然后是换到一半，然后看到我，然后看到我看着他，他就是立刻换，然后还找不到我牌子，太多了，真的太多了。又在一零零，一直想到博伟，真的吗？那就是博伟喽，因为看过几次。我们真的都不是他，就是很急啊，他看起来很慌哎、欸，因为我看着他，然后我就看着他，然后我知道他前面有举我牌子，就是演唱会的时候，然后我知道他前面有举我牌子，所以我后来就有去看一下他，就是最后那个时间，我就是刚好有经过，然后看到他，然后正想要跟他打招呼，就看到他手忙脚乱。毕业生毕业前，我换扇子失败过，被前面某某看到还在笑，这就过分了，失败了。大家在家里要多练啊！你还要拿刀分工，别怕，只要自己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。最羞我的经验是两个腿手牵手朝自己的方向跑，到底要举谁？还好你有荧光棒，每个六支荧光棒，每个应援色都举就没事。你举三个，然后被思雨说我的呢。现在不用了，乖乖，乖乖举，乖乖当专情的就好了。谢谢坤坤送的，加油！我从看第一场活动就被思雅说过你的扇子很多，对啊，你们扇子都一堆，我看你们腿上，你们腿上看表演谁会腿上那么多东西？每个都不一样，还好我不会再遇到两个腿同时走过来。侯颖，你最好没有举，你上次那个。你上次那个欸，你上次是举主竹吧？我上次有看到哦，你坐在第二排、第三排，然后中间正中间举主竹的牌子，抓到了吧？还好两个推不在同一个 unit。哦，你没有要换的问题，我问你是说你没有举过？
藤下还有不少袋子装着。你们真的是很多哎、欸！我现在学坏都藏后面，藏后面不会压坏吗？就是如果在后面，拜拜，要坐车，好，路上小心。我还会抓到后后就，他就坐在正中间啊，坐在正中间，我就路过，然后就哦，就住住，因为很明显，就是看得到，因为他正中间就是很容易经过。是不是没看过粉丝一场公演换一个袋子的扇子？是没有，以前 reset 公演有粉丝在地上整理扇子，像是孔雀开屏。坐侧席就看谁过来躲一下。She's stuck though, and that deadline is looming. Looms for us all, Jill. Wait a minute. 我举那个只是为了挡着脸，可是看得出来你是在那边举，然后举得非常的开心。我小时候哦，后应举祖祖哎。我只有握手会被推荡过穿着另一个推的圣诞 T 哦、oh, 手牵手的时候可以直接把麦克风丢给观众，你们要唱吗？我们有歌词过吗？好像还是没有，好像没有。你看得出来我开心哦，我很感恩。你看你还是蛮开心的吧。他没举四喜是因为他没做。这样有人说，终于有人不是说我脸臭，应该没有了。我觉得大家的表情蛮微妙的，就是，怎么突然在 Grammarly 唱的话就喊卤蛋蛋。四喜都说有吗？我觉得后羿还好，因为就是大家。常常看表演都是就是大概那个脸，就后面看起来没有到脸臭。加速进来就喊饱，你今天都直接被骂脸臭。我看过然后睡着，所以觉得对啊，就是我又在臭他。等一下，就是看过脸更臭的，因为要睡着了。有粉丝同时穿三件圣诞 T， 结果在里面穿，不是握手会很常见嘛？就是看到很多颜色，就是因为穿很多件嘛，所以一定会露出来，然后看到很多颜色，五彩斑斓。大概那个脸，那个人姓张对吧？嗯，好像是张，拒绝滴滴你我走起，对啊，拒绝滴滴，你们这些滴滴，臭滴滴们。青春这么多年，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，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，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。最多一次穿14件，很热吧？然后我看过真的穿很多件，我想说你不热吗？你真的不热吗？要不要先脱掉？那博伟要多少件？他三体全真的吗？握手会就是看那部有谁在决定要带几件生日 T， 14件好热，对呀、啊。这个快捷发言又是怎么回事？符合大家吧？去年3月我就穿，对啊，很热哎、欸。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如果太热就脱掉没关系。就如果大家来找我，然后是穿别人的圣诞 T， 我真的不会怎么样。而且生握手会换衣服不怕，对啊，很怕、欸。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如果没有时间就不要这样换。就是大家如果很热，然后又没有时间的话，就没关系，就你就穿一件就好了，你就看要穿谁的就可以。3月很冷哦，那就还好，但是就是。圣诞节都是短袖，一步之前一个人就不用换。青春这么多年，哦，公演了，快，等一下我打成四，对，现在才3月，我属实耍笨，我等一下去换，要明天就是3月了，好，明天，啊。的海誓山盟，蜜语甜言，我只有一句不后
回的成全，成全了你的今天与明天。我是被爆了，没有啦，日期不一样，日期不一样。换衣服不用20秒，是在排队队伍里换就好了。成全好老公，嗯，我记得好像也很老，我就是老歌挂。四月日期公布，但不是那，对啊，不是那两天。我时间挂，我没有自己的 IG， 就一样是在 Next Girls。我笑着说穿你穿别人身体我真的没关系。那我觉得大家如果就是会热，或者是大家觉得来不及，就是比如说你靠抱卷，你穿别人就是没关系啦，就大家要就是有进来跟我聊天就可以了，就是呜呼动到，就我觉得我不会谴责啦，就是如果很热我就会知道。我是不会怎么说，就是大家如果真的快要爆卷了，然后或者是很热了，大家就穿着别人的衣服来也没关系。队列里面换好方法，骂你没有啦，大家就是方便舒服为主。进来跟我聊天我就开心啦。突然反应好，你说我的手机吗？因为它那个支架动到有点在动。但这样可能会变成一个话题，你说你为什么穿别人的圣诞 T 来找我，还是打赤膊，你会被出镜吧？你求骂，这有什么奇怪癖好？到底有什么奇怪癖好？进来就说我穿别人圣诞 T 骂我，穿别人的圣诞 T 被抓着手一起喊 catch phrase， 你说你穿。那个人的圣诞节，然后被另外一个人抓着喊那个人的圣诞那个 catchphrase 吗？蛮好笑的。都是燕子去找姨，他最后还指了一下。你说阿潘还是黄依林？加油吧，林姨。他指一下，然后指你穿。燕子吗？笑死！抓到。那我觉得如果之后有握手会，就大家舒服为主，就不要热，因为热了很容易就是长疹子啊之类的。姨这个字很顺口，习惯了。期待下次可以被骂。到底有什么癖好？现在姨就只有因为，真的黄依林被我带到真的变阿姨。谢谢摄影上的猪猪你哦。汪统勋不能算姨吗？我觉得汪汪不算姨。他本人有介意吗？他习惯了，他被我叫习惯了。我就是从三期，我跟他开始熟之后，我就叫阿姨了。我穿安妮前辈圣诞 T 一进去就被喊前辈等。依林说我只能加姐，我有看到那个片段，是不是因为你好像比较小吧，小之类的。阿姨都叫我叔。你比他小几个月，我有听说那时候看到片段之类的。黄依林都喜欢别人家姐姐，他那时候不是他那时候嫌弃我叫他姐姐，因为我看他直播片段说他想要别人家姐姐，我又看着他，然后说姐姐，然后就他说你好恶心哦，你还是不要这样叫我，什么意思？他说你这样叫我还是不习惯，超过分，所以常常也很恼，就是。一零不准我叫他姐姐，一零很老，所以他叫老婆。我被嫌弃，他就是叫小雨叫他姐姐，但是他不要我叫他姐姐。可是我从那之后就开始叫阿姨，他不让我叫他姐姐，那他就是阿姨喽。你现在会叫一零姐姐吗？没有，他好像叫一零或黄一零，还是叫他老林啊。
文字幕。他不是怡琳吗？对啊，但是好像三姐只有我会叫阿姨。谢谢台中苍苍送的加油，被一个比自己高的妹妹叫姐姐，她每周叫我小屁孩啊。比自己，我真的比她高很多哎、欸。只能期待五期有没有人叫她姐姐的，但四期也没有人叫她姐姐，四期都是叫前辈，叫她前辈。对 ，TP 是越小越高吗？好像是这样。我期待燕子华比她高，好像他们两个差不多。黄以玲。超久，你和三琴两个年纪小的都比黄家人高，对啊，他们两个比较矮，他们两个就比我们俩矮，就是妹妹们比较高。我记得是，我知道黄以玲啊，我忘记他唱什么歌，但是我记得黄以玲，我知道黄以玲这个歌手。三四期的吗？那也是最高。对啊，谢谢 Gag 送的幸运四叶草，张先生哦，谢谢 Gag 送的一封信，张先生。又消费你没有了。谢谢燕送的一封信，谢谢燕送的好几封信，谢谢烂客483159 送的魔法信四叶草，没有消费你了。谢谢燕送的一颗星，谢谢燕送的好几颗星，好多颗星。姓张的人，真的老灵魂。对啊，其实大家说很多以前的歌手或很久以前的歌，我应该都有听过。对，所谓没有比较没有伤害，你说刚刚的话题吗？就是关于看公演这件事。想我了都想我了吗？明天还会继续见。下礼拜段考还要开直播，欸，那个直播时间有很改，因为我看错段考时间，所以有开，就是有填错时间，就原本好像是二跟四吧，我可能会把礼拜二的改到礼拜天，我会尽量开在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公演后，这样大家就不会公演的时候再看直播。就大家可以放心看直播，然后回去再看直播，放心看公演，然后回去再看直播。谢谢吉米周送的忍不住想你莫小白。礼拜天啊，这么刺激，我会开晚一点，看说段考时间学霸会讲的话。不是啊，就是我以为是某两天就提早一天，所以有错，就是应该是礼拜。我原本礼拜二开，但是礼拜二当天要断考，礼拜二当天跟隔天要断考，所以我想说我可能改个时间。谢谢想看帅哥，那就照镜子送的爱的烟火。放心看，没有放心看看公演，然后可能回家路上或者是回到家再看直播就好了。应该会在9点10点再开，让大家就是有点时间可以，就是比如说见送的话。见送也不用看，谢谢幸运事业，谢谢夜空 sky 送的幸运事业草，谢谢夜空 sky 送的一封信。主要是大家见送就可以好好看，然后看完之后再看要在哪里看我直播了。断考的时候开，因为我知道大家会想要看见送，然后大家如果在见送的时候看直播也容易分心，所以大家就是晚一点再看直播。估计是热炒店看你直播，哈哈，我吃热炒，还是我那天也准备东西，然后跟他们一起吃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宵夜直播，
做差不了，应该会开一个小时左右，但应该也差不多，就是如果是刚好公演结束然后回家的话，就可以边坐车边看，然后可能拼到家这样。那天高几率是老麦了，晚安晚安。宵夜直播要跨日，不可能，明天要隔天要上课，我会死掉。一起来吃热炒啊！好想吃热炒。我最近有很多想吃的东西，我最近一直吃火锅。礼拜日吗？对，应该会是礼拜日晚上十点。边开车边看，要记得好好开车，专心开车，放旁边就好，听我声音。嘉轩都不跟我们吃饭，难过的都哎呀，我肯定要上班一起死啊！不行了，刚到左营，你说现在吗？刚到高雄。他们都吃死了，你说很晚吗？吃到很晚吗？上次跟轩吃饭是什么时候？哎呀，看起来我们的留言区很难过。张先生都不跟他们吃饭。可是工友，我再上两天课就放我，好谢谢。少总要花多少时间通勤上学啊？大概是30到40分钟左右，要看人潮。嘉轩倒不跟我吃饭，我难过，不想再来台湾了。嘉轩，张先生有人难过了，好多人难过。3月2号小火锅，好好小火锅，我也想吃小火锅。我这几天一直在吃小火锅。这几天超热，对啊，从今天跟昨天开始热吧，今天开始热，今天到30度哎，我出门的时候有被吓到，我就说这个热的感觉好久不见。我上一次问嘉轩，他都不回我，嘉轩这就不对了，是已读不回还是不读不回啊？小火锅赞赞，对啊，最近都一直吃小火锅。好可怕，30度。对啊，我今天就出门前，然后看到30，我就说这么热了。晚安，晚安。他密我10句，有9句是废话，难怪他不想看你讯息了，一定是已读吧 ？DC 看不到已读。哦，对啊 ，DC 看不到已读，所以有可能他看了，然后点出去。嘉轩又不跟别人吃饭，哎呀，这是又是怎样？另外一位受害者出现了是吗？我问你要不要吃饭？上线，可以放心已读的意思吗？可是我 Discord 也不会已读别人，记得吧？我记得我不会已读别人吧？他们都一起吃饭，不跟我们吃饭，原来是分裂吗？我们七个打球都不揪插低，打什么球？篮球吗？你没有消红色点点的冲动？你说 disco 吗？还是什么？两个桃园人排挤其他人？少彤会不会在 TP 的 DC 很久了？通知你说各种啊，就是都我哎、欸，我会想要消掉，但是有时候就会懒，就算了。对我一笑，我到底有没有呢？Mina 都是秒消，我那个。就是有时候点点消到最后就觉得好累哦，下次再继续消，然后就越积越多。
像你知道那种 LINE 都会有那种官方账号，他就会传那种很多推销的讯息，然后有时候就会懒得笑。当手游吗？敲红点就是看那个讯息，那的讯息每天都是嗯，已经懒得笑了。对啊，有时候就觉得好懒分。我发现到他都第一个看，笑死，也是很快、欸，可以第一个看到限动，其实蛮快，我都会忍不住封锁官方账号。有一键已读系统，有你说就是比如说开什么？一个键，然后直接一键已读。少彤能挑战让兜粉也变 N， 兜粉要 N 是多少？99加吗？千木有朋友，我觉得 gay 是不是你没有读讯息？是不是有开限动提醒？有可能哦。你说 Mina 吗 ？Mina 有可能，就是九加就 N 了，就100。每到某显前辈球场有班，我就把他的 IG 关通知，因为我记得好像会很多。我之前有刷，就觉得哦，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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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好看的照片。斑驳的荆州，寻找失落的沙洲，随时间的海浪漂流。有备注都会提醒。很久没看到社团豆粉是恩了，最近会努力。我段考完，最好好跟大家多聊天。也有豆粉早上起床是恩的，还是同一个人在讲话？我的眼波，我不是。社团衣服上面写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哎。所以那个二月的恩。哎呀，又忘记了，怎么办？同一个人想到就害怕。你说晚上，然后就是早上起床，然后一打开看到同一个人，然后放了很多。选友皮，原本掉加选，不要让他提醒你。哦，我最近会录，就是。我要录什么歌啊？我想一下，我要查11、12首，逼他成长。这我，这你，好啦，我会放的，会的。我会努力做完这个企划，该多唱一点理想混搭吧，可以哦。我最近想要唱告五人的歌哎。最近蛮喜欢听告五人的歌，歌单里面出现了很多告五人。嘉轩推荐的歌都很棒，那嘉轩可以推荐我几首歌吗？高中同学现在都听什么比较多？很多都听。该魔法药水，给你一瓶魔法药水，我们一起去太空旅行。的宇宙的有趣，我在不在意？后面忘了，我歌词有没有唱对不知道。你敢不敢？你敢不敢承认我爱上你的坏？你敢不敢爱一个？你敢不敢承认我爱上你的坏？你敢不敢说和我相爱我一样？好高、哦，谢谢 Steven 送的红玫瑰。一样发自内心的坚决。嘿谢谢轩迷毛巾哥送的红玫瑰，好高！你敢不敢？好高！我现在为什么有点哑？应该不是感冒吧？谢谢，念过了。谢谢 Plus 普拉斯送的金麦克风，谢谢 Derek。
伟送的掌声鼓励。张悬的歌也不错，有听过，但我忘了他的歌是什么，我记得我听过他的歌，我看一下，我找一下。张悬，不过我当初真的没想到我会唱陆剧歌，其实陆剧的歌我有听过很多。快公演了，小心身体，大家也要注意身体。看一下跳什么歌啊？宝贝是那个我的宝贝，宝贝，给你一个甜甜。让你今夜都好眠，我的小鬼小鬼，逗逗你的眉眼，让你不是这首，那是哪个宝贝？完蛋了，错乱了，是错了吗？还是哦，不是啊，好的，是这首哦，是这首，好，那就好，很幸福。我刚刚我唱错了，还有其他宝贝吗？好渣，拒绝弟弟，你我做起。我也是，我不是。这首是早餐吗？是。想知道你在想什么？西方的错，轻轻弹奏，请我别走。我唱这段，拒绝弟弟哦，那自己可能都要请离场了。盖卡，你也是，你是弟弟耶。到我这边还是觉得大家可以啦，大家就弟弟爱上就不要抛弃就好了。永不由衷，直播就没乱讲，哪有？想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？这直播间是剩我。消失生命中，不说破是我的温柔，看你好好的胜过拥有。想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，狗是心非，说我不难过，找不到最好的时刻，害怕失去，所以爱没说。就我觉得大家滴滴就算了，大家不要就是说爱就爱爱，然后就不爱了。什么试看看吗？谁这么坏？不知道。的双手轻轻弹奏。请勿忘我，倒数着梦，回忆都烙印心里头。这么快就介绍弟弟了吗？因为我觉得在 AKB 里面很容易有弟弟啊，尤其三期，很多粉丝都是因为前辈有在看，就是因为前辈的关系，所以有些粉丝才看到自己。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粉丝有滴滴很正常，就是会同时喜欢可能前辈跟我们，或者是会喜欢我们跟后辈，这很正常。因为就是 AKB 就是前面的前辈，然后帮我们累积很多粉丝，然后让你们可以看到我们。对，喜欢大声说，不要抛弃。对，就是喜欢就大声说。总是要笑到哭了才明白寂寞，实在也没有你会陪着我。爱要大声说啊，
但看前辈跟看我们，对有些人来说，看三集是从头可以看，也是。猪猪几期了？二期。哎，对，侯颖说什么？从三集才开始看猪猪。学习着勇敢，喜欢。学习着勇敢，喜欢就要说出来。哎呦，我们的聊天室突然变得好闪，白白的。等一下，太闪了，粉红泡泡太多，谢谢。我经常都大声说我爱 Gek 跟洛克，但都被拒绝。你们真是很荒谬哎！你们会不会是一个就是很复杂的恋爱关系？我觉得你们是一个很复杂的恋爱关系。我是不是打扰了？一起升大量毕业后，我才正式入坑 TP。真的吗？那好像就是看到你，好像也真的是就是一起升毕业后，要在我面前叫了点点点。不是我们的聊天室突然变得有点太甜蜜了。民主国家支持多元成家，确实，我们支持多元成家，我都被拒绝，他们只有去年五月愿意安慰我，不哭，苍苍不哭，这里是群聊，不是男同区了，我笑好失礼哦，黑暗时期入坑，我可以当女的，你说好。我们就是支持多元，没关系。你是男生，我们也不排斥，好不好？爱不分性别。我可以为了家轩去泰国。多元成家应该包含多人成，好。我尊重。你们好，你们关系链这么复杂。我买了去泰国的机票。我们支持多元成家，贵圈对啊，贵圈真乱，所以我尊重世界观多元，就是我选择尊重，不理解但尊重。很多人我尊重啦，如果你们真的要多人成家，我也是尊重。幸福的门外，这一直都进不来。你累积给的伤害，我试着的很难释怀，终于看开，爱回不来，和你总是太晚明白。嘉轩他尊重我，我觉得你们如果需要一个就是证婚人，然后找不到人，我是愿意的。如果你们需要证婚人，可以。少彤从初登场到现在有长高吗？怎么觉得有长高？有，我记得长高了大概应该有5公分吗？谢谢台东真真送的一颗星，我待会会把它踢出去。黑魔法，强制禁言。今晚的话题有点多元。是说今年这个学期我又长了0.5公分，就我都从初登场了，就是从2022的11月那个时候。少彤不能哦，未成年不能当证婚人，没关系，再等2年我就当你们证婚人，你们就继续培养感情，2年后我当你们的证婚人。这样我现在多高了？165.5。这群人每天都把群组用成男同俱乐部，我快受不了了。我是还不到2年就5公分了，但是我好像就是那段时间长，但是上高中就没有长，上高中只长了0.5。羡慕有男同群组，还会再长哎、欸，我不想再长了，其实现在就非常完美。跟小雨比，谁长高比较多？另外两个会难过吧？他们两个都长不高了，他们两个就是怎么办？长不高了，我想要长高。肉排对洛克的爱等不了2年，
啊，不然你们先办仪式，然后就是那个什么户政事务所那个身份证那个，等我两年，反正婚礼筹备也需要一段时间嘛，对不对？现在三期生要怎么排？应该是我跟小雨差不多，然后燕子跟艺林不太确定，晚点登记。再高可以当 model。你的手却放不开，你原没出息，叫我别离开。小雨已经跟我差不多，对啊，他已经165了。我那天就去公司，然后姐就跟我说：“你知道小雨165了吗？”我说：“什么？”不要跟我闹。小雨下限170，对啊，我也觉得他最少会有170。高到矮，小雨等于少彤，大于艺林，大于燕子。我不知道燕子跟艺林有没有改。两个矮的从老到没发展空间，都老到没发展空间。没有啦，只有矮姨老到没发展空间。那个燕子好像还有机会长。黄艺林安心做最矮，对啊，他不会再变了，他只会做最矮。笑死。艺林只有偷偷的改名面，对啊，他根本没有长高，他根本没长高。少彤有看过小雨的父母吗？大概身高在小雨的父母也没有到很高，就是我觉得就是正常，就是大概17。我记得妈妈，他妈妈不高，然后爸爸就大概175左右，175、176，感觉啦，就是如果凭我的记忆的话，154就154了，还偷改。他们有一天偷改，然后改到160。是骗人的，真的忘了变成哑巴有多久了？不舍，舍不得，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，我把太超现实的快乐。只是你借给我的，紧紧抱着，拥抱着，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，我的灵魂21功课。哎，我记得那时候黄鸿升，就是谢谢告白叫大祭司小一送的红玫瑰，就是那个时候小鬼过世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班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喜欢小鬼的人，然后他那个时候是。就是他拿到，就是学生有收手机，然后那时候手机他一拿到，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在打扫，就放学在打扫，然后打扫到一半的时候，他就突然崩溃大哭，然后他就在那个走廊旁边，然后开始狂哭，他哭到就是整个快要呼吸不上，我都觉得要叫救护车了，因为他喜欢小狗好像很久很久，就真的太冲击了，然后他就是很突然，然后他就整个大哭猛哭。他说很突然，为什么？然后就狂哭。我记得那天上课，我同学跟我说，我说屁啦，然后他拿手机给我看，那真的会哭哎、欸。而且他就是喜欢很久，就那个场面我到现在还记得，就是他拿到手机，然后一打开之后，就整个人开始在走廊上爆哭。夷陵骑士团肉派，这个骑士团我喜欢，夷陵，临沂，哎、欸、是临沂还是夷陵？临沂，21功课，因为你而完整了，完美了。骑士团还骑士团。没有骑士团啊，就是阐述事实，临沂阿姨这样。不舍，舍不得，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，我怕太超现实的快乐，只是你借给我的，紧紧抱着，拥抱着。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，我的灵魂21功课，因为你而完成了完美。
可能变可能，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，你眼神里那一种光泽，心里还是热热的，把亲爱的亲爱的，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，把苦苦的变得甜甜的，因为你是而活的，找到了。下个礼拜是这学期第一次段考，对啊，第一次段考，所以二月唱歌计划什么，还是我今天我明后天就放这首，还有我再找另外手机放，还有这件，我会记得，真的会记得。会是有啦，会有直播唱，但是我想要放在兜粉。谢谢栗子的糖糖，李思琪送的红玫瑰。我分组了吗？还没，要等，好像要等五六月吧才会分组，然后高二正式分班的。你知道浪漫什么意思？天冷风雨来迎接你的梦，好给梦遮住痛，要把苍白的天窗扬起惶恐。是说今天大过敏，谢谢好运送的红玫瑰。今天疯狂过敏，鼻子超级痒，就早上起床就开始打喷嚏，然后打喷嚏要出门。真好可爱，谢谢。气温变化太大了，有可能，因为就是超级，就是鼻子超级痒，然后我换季的时候都会过敏。天气很好，应该不会太过敏，就是那个天气变化突然太大的时候，就会鼻子突然很痒。踮起脚尖爱了。这首真的太高，我唱不上去，就是要用假音。投影，你比麦当劳还有，你说是麦当劳还是保罗？这周末空气品质不好，原来如此，所以鼻子炎很有可能是这个原因。哦，姐，对，我嘴唇伤口它很容易裂。麦当劳等于保罗，保罗他生气了，这是你们教我的。饱和不排除提高，不是，这是你们教我的。我记得那时候就是你们好像跟我说保罗是麦当劳的。保罗昨天生日，可以祝他生日快乐。保罗祝你生日快乐，虽然你不在，还是他等一下会来吗？我先说生日快乐，祝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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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生日快乐。还有 Dragon 是昨天吗？谢谢 Steven 送的真情告白，生日快乐 Dragon， 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他们双胞胎，原来如此。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在跟他们说，我跟他们说生日快乐。我昨天好像有看到行动，谢谢林周伟送的红玫瑰。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祝他们生日快乐，祝他们昨天生日快乐，对，昨天生日快乐。你怎么又能看到了？点点点，哎呀，小秘密，你要去偷看谁的行动？小秘密。羡慕被偷看，是不是你的？我有偷看过啊。留意陌生账号喂。嗯，这就不一定了。
晚安晚安。陌生账号见一个风友，太过分了吧。那我不可以翻你的崩照？我可以啊，只不过我会看到，然后下一次握手会，或者是哪一次见到你，就会跟你说，哎，那个崩照不要再发了，哈哈。你还是可以发，只不过就是会被我看到的问题。欢迎标 Next Girls 底线 AKB48 TNTP 可以被骂发，你们到底是什么奇怪的欲望？有什么奇怪欲望？不想要被骂，哈哈哈！你是建议先发再说，好，好，谢谢。等一下，那个账号我们都能看吗？没有，权限在姐姐那边。发崩照要打眼睛马赛克，今天不知道几点，大概应该10分15分，等等要来念榜了。标那个账号我们会看到吗？如果你是标，就是照片上那种标，我们看到，就是从就是进账号那边可以看。但是如果是限动的话，就是看不到。如果是限动的话，因为我们没有权限，所以看不到。看到明天晚上19点吗？没有，谢谢。这边的人不是想被骂，就是想被踩，他是想被摔吧？官网写到好啦，你刚来什么？怎么可能刚来？还要想被解剖，原来线上对我们线上看不到，所以我都是海巡。谢谢夜空 sky 送的缘分项链。就我基本上都是海巡，就大家就是我就随便看，就比如说公演、生日会之后，就是有什么活动之后，我就是大概看一下。有谁这样？谢谢栗子糖糖李思琪送的缘分相遇，所以我都会记这个字好到谁，就是我看到谁，然后就会特别去看他们心动，然后其他人就随便看。你刚下班来，刚看我的直播，我应该等下10分念吧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10分，你好像还没被海巡过。有可能有，不过海泉看到 Next Girl 不一定是少彤或谁。 Next Girls 的账号姐姐会看吗？我不确定，因为我们没有那个账号，所以不会是，就是应该不会，我不确定姐姐会不会用那个看粉丝线。明天9点10分，不是，就是11点10分。你才刚来，明天还有一场，不是说十点到明天早上11点吗？对，我们没有账号，所以大家就是，如果就是要发的话，就是我们不一定可以看到这样。所以发完都是传给姐姐后转发嘛，对。我都买好提神饮料，看到不是啦，这决心不是，谢谢饮料小熊，饮料小熊夕阳里送的缘分项链，这也是这样念吗？你在一年就有可以正常海选账号，对啊，我的账号已经倒数11个月，倒数11个月，张少彤这样的可以，如果是就是贴文就可以，但是如果是限动就看不到，因为限动我就是没有地方可以看。谢谢 QWE 送的加油，贴个10会不会比较有机会被发现？你们可以跟10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
可是好像一零不一定会，阿姨不一定会给我看。之前娜娜每晚都来光顾我们。期待我的 IG 就可以追踪我，对啊，就是再等一年，不是十一个月，再十一个月，三四期海巡大将军娜娜吧，听说他是真的蛮会海巡。十一个月很久，还好啦，一下就过去了，大家撑一下，忍一下，可以的。娜娜之前是有来看我现实动态，最近没了，因为她在准备学车吧。期末几个月尽量别海巡，我有些去了宅了，不想被看到。哦，你说就是一些很多大姐姐的展吗？其实真的刀粉什么时候会开？不确定，可能要等回归，回归之后再等消息。还是我们来一下赌注，十一个月飞飞吼吼吼，不是飞飞吼吼会飞来几次？他厉害到一日光临三次，他好厉害、啊！发在豆粉都就会被发现了，只是大家都会看到。结果第一天直播我睡着了，果然有在海巡，大概是二月、四月、八月吧。啊，大家就是很多大姐姐的展，对不对？我懂，就是有几个月会有一些大姐姐出现，对不对？尤其很多日本的大姐姐，嘉轩带我最喜欢大姐姐了，穿泳衣的大姐姐，我很懂，因为我那时候有海巡到啊，我就很多大姐姐哦，而且你们还会揪团去、欸，很好笑。天天天，是四月吗？我怎么懂这个？至少因为会看到讯息吧，就是会看到就是一些什么新闻，就是一些新闻说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奖奖之类的。八月的哦，八月有记得揪。现在在我的直播间揪这个是正确的吗？我未成年，要这么赤裸，就是很多大姐姐。毕竟在台湾，他们也是名人。哦，你说教公演哦，教公演，大家记得来看公演。是说，对，大家要来看公演。哦，八月揪你去吃饭哦。没有，我十六，转好运，转好运，敢不敢报嘞？但是我觉得大家最近可以看公演，就是下个月开始可以大家期待一下。小爆雷就是有蛮酷的东西的，對，就是目前有听到四月的公演，对，2008有16岁，不是应该不是啦，下个月开始嘛，那这个月不去，欸，不行，这个月也要来，这个月有惊喜啊，燕子他们要回归嘞，未满16的是你，对啊，未满16是你，你不可以听。这样有报道吗？没有报道，但就是跟大家说四月公演如果有空就可以来，来不来也没关系，因为 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有就是留下来的档之类的，就是我觉得大家有空的话可以来看，3000都看到，我目前不确定哦，但是会有，就是我知道的是我有我的是有酷酷的东西，武器坏，不是，应该不是吧，应该不是吧，好到了，我觉得真的很酷，蛮有趣的，大家应该也会眼前一亮，但我不确定那个会不会先提前让大家知道这个东西，对，因为
这东西我不太确定会不会提前让大家知道。对，你们这呢我觉得 Tony 你们也通不到，因为这个东西太玄了。燕子摔人大会，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题材，大家可以写进去问姐姐。只能发明时光机了。谢谢玉峰送的掌声鼓励，该来的吧？什么该来的？以前都是老板的爆雷爱啊。然后反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，我觉得四月有空的，我就说到这边，不可以再说了。大笨蛋。现场版现在是这边，是前面吧？大笨蛋，听到了。谢谢想看帅哥，那就照镜子送的红玫瑰。谢谢栗子的糖糖李思琪送的母羊宝宝，越来越好奇了。大家应该觉得蛮酷的了，我觉得大家会喜欢。社团 MC 要改喊没有啦，大家大家 cash free 不要在那边给我喊大笨蛋哦，不要在乌梅打枪战哦。反正大家就期待就好。拜托不要现在告诉我。啊？请让我。什么哪？你说什么枪战吗？什么意思？什么哈？打枪？之前有打过枪战吗？大笨不要，谢谢。我不是糯米，但我不是紫米，我是 Hidomi， 我是 Hidomi。好啦，我要来念榜了。那个是上个月的事情，我来念榜喽。好啦，正从25名开始。谢谢25名的玄米毛巾哥，谢谢玄米毛巾哥。谢谢24名的艾萨克，谢谢艾萨克。谢谢23名的，我一样叫你好，饮料熊，饮料熊，谢谢你，谢谢。谢谢22名的建汉，谢谢建汉。谢谢21名的 QWE， 谢谢 QWE。谢谢20名的北原，谢谢北原。谢谢19名的栗子糖糖李思琪，谢谢栗子糖糖李思琪。谢谢18名的 Plus 普拉斯，谢谢 Plus 普拉斯。谢谢17名的坤坤，谢谢坤坤。谢谢16名的想看帅哥那就照镜子，谢谢想看帅哥那就照镜子。谢谢15名的天灵，谢谢天灵。谢谢14名的后影，谢谢后影。谢谢13名的朱日红，谢谢朱日红。谢谢12名的告白教大祭司小易，谢谢告白教大祭司小易。谢谢11名的 Gake， 谢谢 Gake。谢谢10名的玉峰，谢谢玉峰。谢谢9名的 Steven， 谢谢 Steven。谢谢8名的台中苍苍，谢谢台中苍苍。谢谢7名的吉米粥，谢谢吉米粥。谢谢6名的灵异骑士团肉排，谢谢肉排。谢谢5名的 Derek 伟，谢�些 Derek 伟。谢谢4名的用户名不能是空白，谢谢用户名不能是空白。谢谢3名的夜空 sky， 谢谢夜空 sky。谢谢2名的燕，谢谢燕。谢谢1名的摄影，谢谢摄影。Yeah， 今天的直播也要结束了，我们听了这首歌就结束，在1分钟左右。大家记得跟保罗跟 Dragon 说，我今天有祝他们生日快乐。大家请可以让他们补的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明天要准时啊！明天是9点哦，9点在这里相见，9点见，明天见。大家要注意身体健康。我跟麦当劳说生日快乐，晚安。你会早上九，晚上九点，晚上九点。拜拜。跳这首歌很好听，但这首歌好高。
预告，这样比较容易看。我明天去，我等下去看看好了，我去研究一下。晚安，祝大家好梦，祝大家梦到快乐的梦。安慰的都不好唱，都很高哎、欸，很厉害，那个整个都很高。记得改罐头，什么意思？我改啊？你说改掉滴滴吗？预告可以设零一分比较好。好啦，那就结束啦。明天继续看书，对，我明天继续看书。哦，公演行哦，我会改，我会改。好啦，晚安啦，大家晚安。谢谢七月中送的种种鼓励，晚安晚安晚安，大家拜拜，拜普拜普。哦，罐头要拜拜的那个。晚安，晚安，我等下会去改，拜拜，拜拜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